满清十三个皇朝里有数以万计的后宫佳丽，能够当上皇后的一共只有28位，这些人中之凤也可以叫做万皇之王。万皇之王通常具备了几个条件，一开始个性都柔柔弱弱软趴趴，人好好又爱种花，可是正所谓泥人也有三分气，他逼我经历了被下药被无赖赏巴掌，当然还有古往今来难解的婆媳问题。在后宫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不是皇后，是哀家。经历一大堆巴拉巴拉的事情之后，我忍无可忍，以后不准来惹我。本来崇尚耶稣说两脸都给人家打的他们，阿妹终于开始绝地大反击，对你仁慈就是对我自己残忍。从清纯少女变身装和浓，心机重城府深的复仇女王，不说话会变成哑巴吗？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。那么装病不痛快就找太医，朕又不会治病。争宠蝴蝶也无情，要么就是不爱皇上，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，要么就是不只爱皇上，我爱了他一辈子。尤其最爱鼠嫂恋，他爱他弟弟，他爱他弟弟，他之前爱他弟弟，他也爱他弟弟，他们也不例外，他爱他哥哥，他爱他弟弟，而且还都生了不是皇上的小孩，不像皇帝生下来黑黢黢的。熹贵妃白，所以生下的孩子自然白嫩。我一直都没告诉你后燕和林夕都是你的，而且还都被皇上发现了。朕要杀你们生的孽种，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？当然，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。通常这个时候又会碰上皇上乱吃药还吸毒，他们逐渐在这恐怖的后宫中一人独大，爬上了没人敢小看的最高地位。爬到了，很累吗？也想睡了。很累。让我，他们的一辈子也就过完了。扶我去睡。送走这匆匆的一天。